大家早，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十月最后一个主日的崇拜。也请将你们的手机放在静音。OK。现在请大家静默的祷告，敬拜即将开始。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宣召的经文。一二三。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书第一章八到九节。好，让我们一起低头为我们今天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值得敬畏的唯一真神，且又是信实慈爱怜悯的主。我们当时时刻刻的仰望你，你更是聆听我们祷告的神。在这时求你帮助弟兄姐妹安静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同时也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你在我们生活上一切的供应，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所带来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同时也思考我们的过犯，恳求你的赦免，以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使得我们得有能力去悔改，得与你重新和好。主呀，你是极在今在永在的神，是创造天地一切的主宰，但你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世上，从神的尊荣降为奴仆的形象，最后却为我们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救赎了我们，并且在第三天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使得我们有着永生的盼望。你是天上和地上的王，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要用口唱心和的诗歌，同心合一的祷告和甘心乐意的奉献，加上牧师的正道来聆听的话语，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赞美团队。大家平安。我们真的很感谢天父的厚爱，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给我们有喜乐有平安，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歌颂他，赞美他的圣名。神说过爱我们爱到底，我们很感谢神的允许，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一起站立来赞美我们的主。以上我们一起来唱《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今生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
将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凄美，我生离或死别，愿敢想壮胆永远不后退。哦，敬爱永不变，忠心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借命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凄美，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是的，神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圣经告诉我们，如今常有的是信望爱，有这三样，其中最伟大的就是爱。让我们一起来唱歌颂神的爱，爱的真谛。爱是很久远来悠悠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秀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阿们，阿们。谢谢大家，请坐。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出自腓立比书第一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让我们一起开口。一二三，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该如何过度度过的，如何度过以后的人生。我们请这个叶牧师给我们今天的正道。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大家当中啊，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刚才主席帮我讲出了今天我要讲到的经文啊，也是讲出了那个讲到的主题，是我们该如何过什么这个疫后啊。这个疫后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是讲什么疫吧，这个是新冠病毒啊，这个疫，这个疫情是过去了吗？疫后的人生啊，所以我特别把英文放出来，让你们知道他到底讲什么啊，就是怎么来过这个 post pandemic life 啊。那你觉得这个疫情已经过去了吗？我们都是亚洲的人哦，就觉得还没有过去。你看这欧美的人呢，哎呀，他们你看，美国已经死了多少人了？全世界冠军啊，一百万哦，所以他们讲得不好听的，他们说，哎呀，要死了就已经死了哈，如果没有死就没有死啊，就过去了啊，不管了。当然这个疫情比以前没有那么严重啊，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会染上这个病的啊，所以每一天啊，我里面留意啊，还是有几万几万人，当然是美国很大嘛，这个国家很多也会也染上了这个疫情，不过染上了以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严重，死亡率那么高，重病也没那么高，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已经跑出去旅行了啊，也预先就订了明年的机票啦啊，去什么 cruise 啦啊，去什么什么地方啦啊，我也买了机票了我一月二号我要回香港去看我的孙子又难得的机会了啊，因为香港也已经现在已经开放了，现在开放到了程度叫什么，他们叫零加三啊，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住在那个防疫的旅馆里面，你只要七月以后检测四次前后一个礼拜里面检测四次，你在家里面来备疫三天啊，终于等到头了、哦、所以我就预先买了机票要回去啊。这个疫情是真的已经过去了吗？啊，点开了吗？我点一下哦，好像不转呢。我试试看啊，有没有转？好像不转的这个。哦，对，等会点，应该点这个。OK， 好，看这个啊。OK， 你看这个人是谁呀、啊？啊，你不可能不认识他的哦。啊，你考公民的时候哦，啊，这个人是谁？哦，嗯。他可能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呵呵，这样又不能够过关了、啊、这个他就讲话了、啊、他说那个大流行、啊、已经结束了、啊、你看他每逢出来讲话呢，都后来有人秘书啊，直接帮他补充的药，他有时候又讲得太快了、啊、他说 The pandemic is over， 已经过去了，真的过去了吗、啊啊、这个，所以你看哦，这个啊，这个对他这个也有点认识吧，对吧？啊，这个人呢，就是那个
什么世界的卫生局的那个总负责人啊，他的英文名字不要怎么读他的名字啊，什么 Tedros Adhanom 然后给哎呀不会读这个字啊、哦、如果你能够读最后那个字的话呢，你就拿拼音的冠军了、哦、所以还是中文的比较容易记，谭德赛哦啊、他讲的比较靠谱、啊、他说、哦、End of COVID pandemic is in sight、啊啊、他说那个大流行病毒的这个情况呢、啊、这个已经看到快要尽头了，已经看到 前面了、啊、就好像你过一个隧道、啊、就是看到前面似乎看到亮光的所在、啊、所以那个最严重的应该就过去了、啊、不过、啊啊、没有完全停止，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这个是应该的、啊、所以呢、啊、你看、哦、给大家重温一下这个，你看以前那个光景太可怕了、哦、是不是、啊、哇大家都抱的什么密密封封的、哦啊、那个时候听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从台湾去台湾回来，他怎么上飞机的呢？全身抱得紧紧的啊、也不但自己戴眼镜，还戴一个嘎狗、哦、还抱着那个头戴两个口罩、啊、还有呢他告诉我回台湾回来许几个飞机的这个旅程的里面呢，他说他没有上过厕所、啊、因为之前不敢喝水、啊、所以带一小瓶的水口渴的时候呢就喝一点点啊、不吃不喝许几个小时，哇这个不容易是吧，因为疫情很厉害的时候实在是可怕、啊、你看这个数目字哦，哎快快好、啊、你看全世界死亡的人数600多万、啊、这个是这个礼拜的、啊啊、美国100万，印度52万，巴西也68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所以你想想看、哦啊、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什么措手不及、啊、连 那些那么先进的国家都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它、啊、所以到后来这几年慢慢哦就知道哦怎么去处理了，现在知道到底是怎么情况。所以你想想看、人类这个文明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科学那么进步，但是疫情来的时候呢，哎呀要死的人、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啊、患重病的人甚至染过这个病疫以后还有这个后遗症的人也不少。你看这个、所谓人觉得科学很进步，但是其实我们呢还是非常的脆弱。所以我就觉得、哦、其实呢就是当然我认为没有人喜欢这种的瘟疫，没有人喜欢这种的世界的引发的一种灾情啊，无论是天灾也好，无论是这个人祸也好，比如说战争没人喜欢、啊、但是在这些不好的里面呢有一个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啊、哎呀以为我们的科学 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经济 都很进步啊，但是一个疫情来 一个什么天灾人祸我们都没办法能够控制、啊、所以其实整个世界我们人类应该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呢、啊、是还是要争强斗胜呢，还是要彼此互相来帮助？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就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其实不要讲到这个世界大事、国家社会那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哦、我们可能也不会想到那么大的这个事情、跟我连不上很密切的关系、啊、虽然有影响、啊、你看乌克兰打仗对你有没有影响啊？有 啊我太太告诉我说他去那个大Y99要买一个葱啊，买那个葱来蒸鱼嘛，
啊，他说一块九毛九一条，他说一包啊，一扎一包。哎呀，我太太说舍不得买了。啊，怎么奇怪？以前大概一块钱要两包嘛，哦，现在一包一块九毛九啊。我昨天晚上听到跟我的朋友打电话，就说，哎呀，很贵啊，很贵啊，我争取也舍不得买那个葱啊，哈，啊，因为打仗啊，那个石油危机啊等等呢，都受影响的啊。有人就说你去 Save 买啊 ，Save 便宜点啊。也有人说你去那个 Food Max 更便宜一点啊。就算再便宜也一块五毛半，一包而已，啊，你去买菜的话，你就知道哦，这个整个世界啊，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影响到你了，起码影响到你的钱包，对不对啊？哎呀，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发生什么轰动大事情的时候呢，反过来提醒我们，哎呀，我们啊要怎么过我们的人生？不要随随便便，以为是英文叫什么？这个叫 take it for granted 啊，以为是什么？就顺自然的啊啊，就是哎呀，天天就是好天气的，天天就是享受人生的，没那么简单啊，对吧？啊，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困难啊，无论是国家、社会、个人都这样啊，尤其是我这里提到哦，有些人。在你人生的里面，你遇到一些重大的，哎，我这个麦有开吗？听得到那个麦哈，有开哈 ，OK 哈 ，OK， 啊，怕我怕声音不够大，或者说到后来我就没气了哦，声音就不够大了啊。如果人生里面遇到一些很多一些的人生的磨练啊、困难啊，你就知道哦，其实呢，人生不容易的，要谨慎过活。而且呢，经过困难以后，你更加小心，不要浪费时间。我还记得就是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啊，他说他是一个女的啊，他是一个文学方面的是一个什么文艺方面的画画的一个女的他的先生呢是一个做电脑的对不起，我用这个例子来讲哦，并不表示说。是指到某些人的哦，千万你不要对号入座啊！这个女的呢，因为是比较文艺的比较中意喜欢那个什么那个艺术的啊，她就对于人生呢有很多一些的什么多愁善感啊，总会的啊，尤其女的哈、啊，所以就她的这个什么这个文艺方面呢，对于人性啊，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呢，都有很多的感受啊。所以呢，很多时候看到不好的新闻呢，哎呀，他觉得心情也不开心啊，有这个悲天悯人的心啊。但他的先生呢，是做电脑的，天天就对着电脑什么事情他也不管啊，他只知道上班、下班啊、吃饭啊，然后就好好的过日子，很开心，也没有不好，也没有不好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不了解到。其他人为什么这种的感受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听着太太说，他说：“哎呀，我的先生啊，总是天天笑嘻嘻的，笑嘻嘻的啊，嘻嘻嘻的啊，所以呢，好像长不大一样啊，长不大的啊，他只知道哦，天天过快活的日子，不知道人家的痛苦等等啊，所以我一直不去说。”你说电脑就这样，你做文艺就这样，只不过刚刚这对夫妇他这种情况，所以有些人如果他人生的里面如果遇到一些重大困难以后，他对于人生呢，对于人生的生死会有更大的一些的体会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患个重病，是不是啊？患个重病的人呢，哎呀，以后就不要浪费生命了。我认识，对不起，我这样讲哦，我认识有不少的朋友呢，跟他说，你不要吃那么多的糖果啊，不要喜欢喝那个什么可口可乐啊，他说不行，我很喜欢喝的，我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瓶的，喝了以后就很精神的啊，我就来看电脑啊，看什么东西啊，哎呀，很开心的啊，我跟他讲了多少年了，叫他不要喝啊，直到有一天，癌症。癌症就治疗了啊！感谢主，他也经过这个癌症这个治疗以后，现在已经好转了啊！
但是从今以后，医生说不可以喝可乐。从今以后，不要吃甜点。哎呀，他说好惨哦，好惨哦。你看，我跟他讲了多年，不要喝那个可乐，他不听啊。直到癌症以后呢，医生说不可以吃，因为这个癌细胞呢最喜欢那个糖分的。有太多他就这种的情况啊，就是人要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的才会有点改变。这个也是心理学里面告诉我们，人是这样子的。你怎么跟他讲啊，怎么讲啊，他还是不听的。直到他遇到真的困难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到了这个关头啊，他不改也不行。所以当人生经过了生死大事，知道人生不容易的时候呢，他就才更明白到，哦，如果过人生应该怎么过人生，不要随随便便。如果就算死的话，这里有句我们中国的名言嘛，谁说的啊，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谁说啊，是总有那一天的啊。但是面对死亡我们害不害怕啊？我不是把它特别讲说，哎呀我不怕啊，没有人说完全不怕的。但问题是你怕的程度如何，而且是怎么去面对它，是不是啊？我记得我的大姐去世的时候，我去看她，我从美国到香港去看她，天天去医院看她，去陪她。有一天他跟我说，弟弟不要难过人生总有这一天的我只不过比你先走已经十几年了，已经过了十几年所以这个人生总是有一天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过我们的人生。所以同样用这个道理，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刚才所读到这个经文，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叫保罗他就在监牢的里面，牢狱的里面，他因为侍奉神被当时的罗马政府来去捕把他放在一个狱中，而且呢要审判他说他是传什么一些异端啊、异教啊扰乱了这个社会的安宁。所以他就面对这个被审判甚至有死亡的这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底下，通常人呢都是在这个被监牢的里面呢会觉得很沮丧觉得很灰心，哎呀我的人生还有前途吗？还有希望吗？是不是所以他在这个监牢的里面呢，他就写了好多好多的信写给不同的教会。所以在我们新约圣经的里面有好几卷书呢都是他写的，特别是监牢里面写的。这几卷书通常我们称为监狱书信因为好像坐监牢没别的事情做吧也不是啦他这些监牢里面呢他也制造那个帐篷的制帐篷就卖出去就来养活自己的。但是他有空余的时间他就写信给教会，勉励很多的人说虽然我为耶稣基督传福音遇到困难，但是我不怕这个生死大事。他就讲了他自己的那种信仰对他人生的影响所以这个人呢真的是很勇敢的人，也是不怕死的人写了好几卷的书，其中一卷就是腓立比书，也监狱书信。在这个腓立比书的里面，我们刚才就读到这段经文其实呢前面后面还继续讲的但是我这里就把它浓缩极简这几句，就讲出他为什么人生遇到这个好像在一个很低谷的时候，他讲出他对于人生生死的他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觉得他讲的呢不是单单讲讲而已而是他真正面对，是吗？如果这个人呢还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不怕困难我不担心你没遇到的时候，你讲什么都可以，是吧？但是真正遇到的时候，你还能够勇敢面对，还能够讲得出来的话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
我像我的弟父、哦、我弟弟 的老婆、啊、因为他的老公我的弟弟呢很有钱、啊、做生意、啊、在香港、啊、很有钱、啊、所以呢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啊、就谈谈天嘛、啊、我的弟父他就一面吃一面就说，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啊很随便的、啊、好的又可以吃一餐，不好的又可以吃一餐、我都很随便的，我没所谓、啊、讲得很好听、哦、对不对我就笑他了，啊，我就笑他，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你在吃什么？啊，你在什么？你在切那个牛扒呢？啊，在这个很高级的这个餐馆的里面，你在吃这个牛扒，然后你就说，哎，我吃什么都可以啊，好的又可以一餐，不好的又可以一餐，因为你现在很享受啊。到了如果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这样说的话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啊、这个保罗、啊、他在监狱的里面面对人生的生死大事的时候，他讲出上面的话，我再念一遍好不好、啊、再念一遍、啊、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一起来念、啊、我死了、啊、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在两难之间情愿是与基督同在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啊、你看这里所讲到的道理呢，其实呢没有什么、什么高深莫测、啊、这个人纯粹只是讲出他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救主，这个亲爱的对他来讲非常亲爱的主，对他的人生影响一直在支撑着他怎么来过他的人生服侍神，甚至面对生死大事的时候呢，他也是想到到底我该如何，如果生存的话该如何生，如果死亡有什么的结果，他都是把他的人生呢很清楚的、跟教会来讲出来，是个很坦诚的人。所以我就把这段话呢跟大家来简单、啊、就看一看、哦、他到底在讲什么生死大事、哦啊、你看第一个呢他说明、啊、到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信仰的话、啊、到底如果我们生存跟死亡、啊、它到底的意义是如何呢、啊、当然在这当中、哦、如果是特别年轻的呢、啊、跟你讲死了这个太远了、这个、是不是啊啊啊、你知道美国人啊，你跟他讲啊死亡 啊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太远了啊，这个以后的事情啊不切实际啊，但是其实死亡是没有分年龄界限的、啊、所以有人讲一个啊一个很什么很流行的话，就是说棺材放什么人的你知道吗？放什么啊啊，棺材是放死人的，棺材不一定是放老人的。有人说棺材是 放老人的，不一定的，什么年龄都会放的，是不是、啊、所以那个人到底你生命有多长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所以生死意义应该是如何呢、啊、这个使徒保罗他在监狱的里面他就讲出他自己的人生的看法、啊、他说我不怕这个生死到底会如何，都在神的手中。为什么？第一他说如果我活着的话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跟我都是基督徒，这个话我相信你也同意的。不过你能不能够像他一样在监狱的里面然后大声讲出来呢？人家来逼害他，他在困苦的里面他不害怕，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活、啊、To live is Christ、啊、其实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的、啊、其实我觉得应该他这样说、啊、我活着是为了基督，这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一点，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为我死，是吧、啊、本来应该是我钉十字架的，我受罪的刑罚的，但耶稣基督救了我，所以我相信他，他赦免我的罪，给了我第二次的新的生命，所以从今以后呢我就为耶稣基督而活，这个比较能够明白一点。不过他这里呢他讲得更直接，
他说我活出来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To live is Christ。哦，这个，哎呀，我就想想看哦，啊，如果我活着就是基督的话，那我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啊，啊，我刚才什么来往的时候，要活出基督的性情啊，要活出基督的恩慈啊、真理啊，哎呀，这个我是天天能够做得到吗？这百分之百的做得到吗？是不是？他说我活着啊，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发动的。哎呀，这个不容易啊，是吧？啊，这句话我找两个其他经文里面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哦。为什么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呢？啊，这个是保罗他对信仰这事情呢很认真的。信仰不是可有可无的，信仰不是心灵的安慰的，这个信仰是真的改变他整个生命，而且呢他从今以后就为了这个信仰而过他的人生。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怎么说啊？我已经与基督什么同钉十字架。哎呀，这个不单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也被钉了，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就有这句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他把他的信仰呢看得非常的认真，很个人化啊。既然他这样为我的话呢，所以呢，我要这样来为他而活。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他也这样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怎么过人生。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啊，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活人啊，并啊的主啊。你看啊，他这里讲的够清楚了吧？对吧？啊，他讲出我们做基督徒的。信耶稣以后呢，啊，我们这个人呢，啊，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什么为自己死啊。这个话呢，我开个玩笑啊。人问他，你为什么而活？我为我太太而活。你为什么活？我为我儿子而活啊。哎，我有个朋友啊，哎呀，从小啊就是很什么很爱他的孩子的。他一生的独生子啊，他生啊，所以从小呢就爱他，就宠爱他啊啊啊。到了后来，儿子要念大学了，到美国来念大学了，全家把房子卖了，就搬到美国来啊，因为他拿了那个美籍嘛，有那个美籍，他就离开了本来的地方，就找到这个孩子念大学的念中学的地方，就在附近买一个房子，跟他一起来住。到去孩子到进大学的时候呢，他又把这边卖了，又装了，又不怎么换那个环境，又跟着孩子进大学附近的，又租个房子来住，一直都是跟着这个孩子的。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说啊，我说当然你是有这个条件的，因为他是做那个什么做股票啊，做投资的，说他不需要在一个地方，他可以到处跑都可以啊。但是我说你为了你的儿子呢，哇，从香港搬到这边这个念中学，后来就念大学，那我说你孩子以后还要念研究院的啊，你再搬一次吧，对吧啊。他说我的儿子对我很宝贵，我不放心啊，我就跟着他一起陪着他啊。哇，我说啊，我说以后你的孩子也结婚啊，有自己家庭啊，你也陪着他了哦，对吗？那你的人生呢，是整个就围绕着他而活的，对吗？你是为儿子而活了，啊，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对与不对哦，总之他们就大家很亲密的，一家人很亲的，这个我很欣赏的啊。不过啊，这个到底我们人生呢是为什么而活呢？啊，这里说没有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人为己死，那这个话很难明白的。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吧？啊，死是我自己的责任吧？对吧？啊，他说不是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边给我们挽救过来，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活着的是为主而活，就算死了啊，也是为主而死啊。我们中文不是有这样的话吗？生是什么什么人，死是什么人的鬼啊？这个是这样讲而已了啊，这个是迷信的。人死了以后不会变鬼的，不会，人死了就是死了，哪里有鬼呢？所谓鬼呢，是撒旦魔鬼在搅扰人，那搅扰人，用你什么一些的形象来吓唬人而已，不是人变鬼，而是魔鬼在背后那个邪灵的工作而已。这里说啊，我们无论是活或者死，我们都是主的人。哎，这种的人生呢，他把自己呢看得很清楚啊，无论生死，我都希望能够尽量能够让基督给我再生的这一次的人生机会，好好的活下去，不要浪费了神给我的恩典。所以你看这个信仰是不是很影响我们呢？对吧？啊，我大概是在中学的时候啊信主的，那个时候十五岁信主，啊，所以我信主了已经超过五十年了，超过五十年啊。所以有人说什么五十年不变了，没有了，五十年变了很多了。因为这个信仰信了以后呢，这个属灵生命慢慢慢慢的怎么进步啊，在长大，这个需要一个过程。人的身体是慢慢长大，人的属灵生命也会慢慢慢慢的长大。不过呢，要需要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回到教会的里面来受这个大家的互相的劝勉。啊，互相的这个鼓励，一起来努力追求啊，而且在生活上面来验证你的信仰，真的是帮助你的人生。这个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然后下面呢，他第二他就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啊。如果你觉得刚才说活着为基督这个是有点抽象的话呢，啊，其实也能够讲出来了，是因为是神给我的机会。说不要浪费，但这个句话就比较更难明白一点。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人死了什么益处，啊，你说人死了什么益处，死了就是没了，对吧，啊，如果死的话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哪还有什么益处呢，啊，而且这个益处这个字的希腊文里面呢，其实呢就表示说有那个利益，有赚的意思，有赚是一个什么一个生意上面商场上面所用的词啊，所以他说如果我死的话呢还是有赚的，到底死了赚了什么呢？不可能赚吧，啊，你看这个人就猜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你看第一个有人说，哦，有人说是不是知道死就是一个释放啊，哎呀本来很多重担的啊，所以呢一死以后呢就一了百了啊。如果我不是我了，如果这个人他欠了人家的债哦，一人什么一人负债一人当，哦，啊，所以呢如果我死了以后呢你不能追我其他人的吧，啊，所以呢我就一死了之，啊，从什么跳下来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切的困难呢就没有了，就是释放了，啊，不是赚了吗，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一种说法。不过这个说法呢并不适用在这个保罗身上，因为根据这个使徒保罗呢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个很积极的人，他不可能说哎呀既然已经被关到这个监牢里面去了啊，如果死就死吧，啊，死了就没事了啊，这个负面的一种看法吗？不是，这个应该不对，啊，如果这样的话到底如果死了他说我就有疑，这个疑处在哪里呢？下面就会说了，所以在二十三节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这样说的，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这个话很特别的，什么叫两难呢？就是继续生存好呢还是离开世界好呢，是吧，啊，通常我们一般人来说呢都是选择前者的，啊，他说两难之间，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这句话不要随便讲哦。所以祷告基督徒要小心哦。
啊，如果讲这句话，他说：“哎呀，主啊，我爱你啊，啊啊，如果你要我为天家的话，啊，好的无比啊啊。”然后你就阿门哦哦，上帝说：“如果这样的话，就来吧啊，不要随便讲哦啊，是真的才讲哦啊，跟神面前，在神面前不要随便讲哦啊，他敢讲这个话，他说我在两难之间啊，如果离世就与基督同在。”既然神耶稣基督这么爱我啊，所以有一天还是离开世界的啊。当有一天离开的时候呢，就回到基督哪里去，与那个爱我的主同在。他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英文翻译为 far much better。哦，这个是不简单的，是吧？啊，这个是真的。他这样讲这个话呢，是表示说，原来如果就算离开世界，就回到天家，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归属。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不害怕，不害怕啊，不是说完全不害怕这个死亡的问题，而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什么出处，知道有一个出路哦，知道回到天家的话呢，我们应该比较有把握啊啊。其实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也是跟我自己在讲话的啊，因为很多年前呢，我们以前有个代院长的叫陈道明牧师，有没有来这边讲到？应该有来过吧，陈道明牧师跟你们教会也是蛮熟悉的啊。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们神学院那个时候没有院长啊，我们就请他来做代院长啊。他就说哎呀，我这个年龄啊已经哎呀不适合当院长，年纪太大了啊。他说我以前人家都叫我陈牧师，陈牧师现在都叫我陈老牧师。多了一个老字 而且他说今年呢我要改名换姓了啊。我奇怪为什么你要改名换姓呢啊，我说你的名字啊很响亮的啊，在国内很流行的啊，陈道明嘛啊，谁不知道陈道明啊啊啊，这个影帝啊很会啊，很受欢迎啊，陈道明啊。他说你要改什么名字啊，他说我要改姓古啊，名字叫莱西。因为他说我今年啊是人生七十古莱西。我就记得很清楚 ,2010年他讲这个话。啊，说现在已经定了十几年了，现在他八十几岁。他已经搬到跟他的在阿里松那边 ,Phoenix, 跟他的很多的家人女儿在那边住。我就想到哦，十几年前他讲这个话，今天呢这个话要轮到我讲哦。我也说哎呀，今年呢我要改名换姓了啊，也到了这个年龄啊。所以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更发觉到哎，剩下还有多少呢啊，要到底是神给我再活多久呢，然后我没添加呢，我就有什么的想望呢，这个是很现实要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啊？如果你读诗篇九十篇，摩西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人啊，人生会活到多少岁啊？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啊，然后强壮的可以到多少岁？八十岁啊，七十啊，如果还会强壮的话呢，再加十年就八十啊啊，所以如果七十加八十。加十年其实八十也不是很长啊，现在呢在整个全世界啊，那个平均人的年龄的那个寿命哦，你知道吗？这个最高的平均来说最高是哪个城市你知道吗？全世界啊，香港，你真的想不到啊，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香港是一个很什么非常快速的一个城市啊，什么都是快快快快啊！如果你去香港，你要小心，有心理准备啊！如果你走路啊，你走得比较慢的话呢，后面的人碰到你呢，他还骂你，他说你挡着他啊啊！如果你去买菜的话呢，他就找那个什么零钱给你吧啊，他很快就给你的，很快的啊，不像在美国就，他们就交给你啊。如果你看了以后呢还在算的话呢，你挡着后面那个人呢，你就会骂你，什么都是快的啊。
为什么这样快的一个尝试会人的岁数是更高的呢？ 85， 平均是85、第二是日本、第三是澳门、真的没想到、你看看那个 Google 就我最近我查过这个岁数、所以70到80还到85、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摩西说70到80呢，就讲到当时的社会。现在医学进步了、所以、如果你是平常小心生活、好好的每年去做那个、体检、等等做好准备的话呢，到90到100超过100都可能的、我的岳父、是大概3年前离开世界的，我的岳父99岁半、99.5 真的厉害，真厉害、天天游泳、天天就是游泳跟朋友 来往啊，很开心的、而且呢到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没有进医院，他什么病都没有，没有什么病，就是最后就是、吃不多，常常睡觉，他最后就每天这样、身体 很好的、感谢主、我的岳母呢、也92岁，还在，现在还在、我刚刚上礼拜去看过他。所以这个人生这个岁数呢，就自己好好好的来算一算、所以我说如果您到了古来稀的话呢，我就算我算一算、我不敢贪心、我就说20年够了、20年到90、所以我的岳父、他是这样的、他有去看到人家 卖广告、喝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补身子的那个补酒，他说如果喝这个补酒的话呢、就可以长命百岁、他打电话去骂人的、他说我已经99了，长命百岁不是还有几年吗？100岁不够，他 还打电话去骂人的，这太无聊了是吧？这就这样子，很奇怪的。所以算一算的话呢，如果还有10几20年，应该怎么来好好的计算日子，不要浪费时间，这个摩西说的、我们要有智慧的心，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这个保罗他就说了、就说我的人生无论是长短，他说没关系、他说如果离世的话就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所以他说死了有一处是指到这方面，是与基督同在，还有一个原因的，没到上文里面他就讲这个话，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意思就是说，就算我离开世界，为了基督的名被人家杀害啊，寻道，人家也知道我不是做了羞耻的事情，他说没有 羞愧嘛，没有 做一些见不得的人的事以致我死亡，而是因为做了好的事情，为神的缘故寻道。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所、面对的也是荣耀基督、能够激励更多的人看到，哦，我们的领袖都那么的勇敢，不怕死，大家都更勇敢继续传福音，不害怕。所以他说连我死了也能够因为我死的缘故激励更多的人，福音更被传开，那我不是赚了吗？哇，你看这个人啊，是勇士啊，就算死，他说死也死的有价值，就这种的人，所以难怪他说我死了就有赚。哇，这个太厉害了吧、好了、活着是为了基督，死了还是有益处，那到底两者之间那怎么来选择呢？到底、如果这样子的话、怎么选呢、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会怎么选呢、不过只是他这样来表达，想想而已，说说而已、其实真正呢是上帝定的，对吧？是轮得到你选的吗、你可以选说哎呀我要再活多少年，你讲是可以了，你想想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谋事在人，但是呢成事在神呢，对吧、在神来选的，来选的、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他就生我们很多孩子的啊，他自己呢就是很懂得享受的。我的爸爸就是一面赚钱呢，一面来享受的啊。他就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觉得哎呀，我的钱都用光了，怎么办？那为什么会用光的呢？后来他告诉我们，他说原来我们的祖父呢，就30几岁就去世，很短命的，在广州啊，在乡下的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医学没那么好啊，所以我的祖父去世的时候呢，到底生什么病都不知道，就是无什么，无什么我们叫蒙查查的，就迷迷糊糊的就离开世界了啊，也不知道什么病，所以我的爸爸就以为说，哎，我的爸爸是那么短命的话，我也活不长了。所以呢，他就尽量就来用啊，用啊，用啊，用那钱啊。到一天呢，他发觉到，哎，钱都用光，怎么办呢？啊，他说，他跟我们说，我有一个大姐，我们还有四个兄弟，就问我们说，哎呀，现在我的钱都用完了，怎么办呢？啊，要靠你们喽，啊啊。他说，我算错数了啊。我以为说，哎呀，他差不多用完就好了。用完就好了，就离开世界吧。啊，想不到还活着怎么办呢？啊，我们大家就大家就凑钱给他了。他这个就有点奇怪哦，他就这样子。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就讲到哈，他到底我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来选择呢？啊，在两难之间啊，应该怎么做的呢？啊，所以他上面呢，他就讲出他最后的那个想法而已。当然。决定对最后到最后还是上帝在带领啊，他上面其中有讲一个句话，虽然两者各有好处啊，不过他说，但如果我在肉身活着，如果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意思就是说，两个都好，但如果我活着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能够有这个贡献的，还能够对于别人有帮助的话呢？他说啊，我用新译本来再读一遍。那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我就不知道怎样选择了。他意思是说，都好，但是如果能够留下来，能够继续能够做好神的工作，对别人对教会有帮助的话呢？哎呀，他就说，哎呀，我就不能够自己做选择，看神怎么带领吧。这里提到他工作的成果啊，你看。在这个腓立比书的里面呢，讲到这个成果啊，这个功夫的果子，这个功夫不是中文打功夫的功夫啊，啊，这个真的是工作本身啊，在腓立比书的里面，其他地方也提过这个字的。他说啊，我相信那个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啊，神当初怎么建立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神一定要把这个善这个美善的工作。要继续下去，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要提到他的同工以巴弗提，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你看，他就提到，原来啊，神的工作呢，就是非常的重要的。人生在世，能够为神做工，能够荣耀神，所以神能够让我们能够继续长寿啊，能够活下去，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读到保罗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跟自己说，我说我虽然到这个年龄呢，应该退休了啊，不过退而不休啊，因为如果从今以后就躺平啊，就享受啊，什么就不做啊，我怕上帝不高兴啊。上帝说，你那么爱躺平的话，不要在这里躺了，上来躺啊。我说不是，我还有工作要做啊啊！如果为教会还有好处的话，我继续来做啊！我一年都来一次，起码来一次讲道吧啊！啊，我还是有贡献的话呢，上帝说哦，这样啊，继续吧啊，继续，是吗？啊，这个保罗他有这个心愿，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只有继续活着的这个理由了啊！所以难怪呢啊，他这样讲出来呢，他就说为你们呢还是要紧的。他就讲究这个道理，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基督徒的人生的时候呢，啊，做一个啊总括的啊一个说法，就是到底我们人生啊基督徒呢，当然不到我们自己来选择，但如果上帝给我们有今天一天有生命气息，我们要感谢主，
因为活着是基督给我们的生命，第二次的机会。如果就算死了，也回到基督那里去，荣耀也与基督同在，而且透过我们的信仰人生也能够荣耀神，基督哦，原来基督的人生活了一生以后，哎，真的不一样啊，不是那种悲惨的离开世界，而是回到天家。而且如果上帝给我们在生死要做选择的时候呢，我的选择是什么呢？啊，如果活着是做什么呢？为神工作，活出意义。如果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如果继续活着的话呢，继续献上自己的力量，助己助别人。你看这个人生多好，是不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分享的里面，使徒保罗，我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真的是非常厉害，我就觉得，哎，我可能比不上他那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但是起码他的榜样呢，也激励了我，他继续的为神工作，直到见主面那一天，我也继续，70到80，上帝给恩典的话，到90啊，就看看上帝的带领如何吧。这个疫情过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很多时间啊。但是不要因为过去3年都没办法用钱来消费啊，疫情过去以后呢，哦，这个大吃啊，大喝啊，就去玩了，这个不好。究竟韩国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吗？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很悲惨，因为关得太久了，现在大家就出来了，哦，就人太多了，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呢，而且很多人就伤亡，这个很可悲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小心过我们的人生，好的能够在 生活的里面，能够各方面都能够荣耀神，能够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帮助。我们做个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今天透过使徒保罗，他讲出他对生死的一个看法，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是神你使用这个保罗这个伟大的圣徒，他的服事，他的属灵生命，也激励我们，也同样的像这个标杆来直跑，以及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被称呼为无愧的工人。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继续的能够长大，能够属灵上面强壮，能够为主传扬美好的福音，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谢谢叶牧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那么好的信息。OK， 要教我们如何活着，如何去面对死亡，这是每个人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OK， 现在到我们今天收我们奉献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今天奉献的经文，1、2、3，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哥林多后书9:7-8，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为我们今天的奉献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一周对我们生活上的一切的供应，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及平安。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更是我们的王。你的恩典从不间断，我们当时时刻刻算出这些丰盛的恩典。你就是爱，我们当学习你的样式，基督徒的爱根本就是没有私心的动机，我们付出的时候并不期望回报，我们单纯的动机就是为了帮助人并荣耀你。唯有这样的爱才像基督的爱，求你帮助我们看见别人的需求，
又更感动我们，乐意奉你的名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爱心的付出本身就是报酬。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本意也就在此了。我们已经在天上累积那不朽坏的财宝了，你是信实的，并请赋予我们甚至无处可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这一周的报告事项。教会的公告栏可以在这个一直扫描这个二维码，或者上这个网站。 OK， 下一张。我们的奉献可以用的 PushPay， 或者扫描这个二维码，也可以把支票寄到教堂，抬头是 ACBA， 或者是把你的奉献放在我们后面的奉献箱。好了，现在呢，我们欢迎我们的亲人的归来，就是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在我左手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 ？OK， 我们欢迎你。能不能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师母介绍一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这个我带着我妈，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上次我们错过了，就是来的有点晚了，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表，然后这次好在我们没有迟到，然后赶上了，感觉很受益，特别特别那个受益。刚刚叶牧师分享的疫情后的人生，觉得非常的棒。很赞。感谢大家，感谢主。对，我妈是基督徒，她已经信主已经五年了，然后就是对，她信主以后就比较人变得比较开朗一些，然后身体也还比较好。现在他是从国内过来，然后来我们这边，然后因为我刚有小宝宝，然后帮忙要照顾一下这样子。他普通话不好，他不太好意思说。好，谢谢。好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位。Vicky 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崇拜了，是不是 ？OK。我欢迎你 ，OK？ 你啊，好了，在我右手边有我们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你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可以听得见吗？听得见。大家好，我叫 Jordan 啊，我是从那个粤语堂朋友听说有那个国语的聚会，还有那个。礼拜，所以我过来，跟大家参加一下，谢谢。好的，我们欢迎你，呀、yeah。好的，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一周的报告事项。口罩规定还是一样的 ，OK？ 也强烈的建议在室内戴口罩，尤其是幼儿跟那个学童班，我们必须要戴口罩。这有一个是11月13号叫做孤儿日。我们是寄养事工分享 ，OK， 在 MC One 大厅领取衣物捐赠袋，它收集的日子是11月27号跟12月4号这两个主日。下一张，我们现在开始，接受2022年的礼物包所需要的鞋盒，收集的鞋盒在下周放到大堂。捐献的地点就是你把你们的那个鞋盒装满以后，是11月13号跟20号，时间是9:30到12:45。下一张，家庭奉献礼是11月27日，请在11月13号之前报名。下一张，排球晚会晚上的一个活动，需要事先注册，5到9点钟
是地点在我们的gym， 还有就是 Project Peace， 就是时间是11月5号9点到12点，这主要是你如果有负担的话可以去报名参加。OK， 以色列约旦之旅是明年的5月份，联系人是 emerald@outlook.com。下一章，哀伤陪伴，如何在假期中度过哀伤？是11月9号6点半下午。下一章，我们教堂邀请大家参加寻找未来主任牧师的问卷调查，一直扫描二维码或是去教堂的这个网站。感恩节爱心奉献，在你的这个今天的单张里面有一个信封 ，OK， 就是主要是支持阿拉米达县的社区食物库和这个另外一个教堂的 Glad Tidings Church， 感恩节食物篮计划 ，OK， 下一张，就是提供了他们的两个事工的机构，一个是阿拉米达社区食物库，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张，就是下面一张，就是Glad Tidings Church 在 Hayward， 他们准备了这个火鸡 ，OK， 每一个篮子里面有一个火鸡，还感恩节晚餐的食物。这时间在11月20号，在该教会也需要义工，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也可以去报名参加。美中感恩，感谢主，我们国语堂有6位弟兄姐妹，就是昨天，参加了我们教会学校的车厢糖果派发活动，感谢主，使我们，眷顾小朋友们，也能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下一张，最新代祷事项，为我们即将攀迁至 MC2， 祈求大家。代祷为喜乐家庭小组的健康的成长。下一章，美国报照定于我们的11月20号的主日11点半到1点半，举行感恩节分享餐会，节目内容以见证为主，游戏抽奖和其他简单的节目为补，欢迎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同学邻居来参加。OK， 下一章，祷告会还是一样，周二晚上7点半到9点在网上进行。星期五，今天主日，下午晚上，有主恩常办跟喜心家庭小组的活动，红泥小组跟那个恩乐家庭小组、亚比斯小组，这是周五的，周五，真爱幸福小组是周三晚上，喜乐家庭小组是周四晚上，青藏家亲交通会就是一起游戏自由分享彼此带球，时间是11点半，就是主日与之后这一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国语堂的侍奉目标1、2、3，建造同工团队，发展门训事工，拓展家庭小组。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祝祷。好，我们一同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天父，我们再次要感谢你在这感恩节前夕，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在主日来到你面前来崇拜你，愿神你的心得满足，愿我们今天的崇拜再一次蒙你悦纳，
我们也求主你继续赐福引领我们未来的日子，让我们在疫情后的人生做更加的丰盛，有神你更荣美的同在，让我们的心也在你里面做不断得到满足。无论这世界如何的变换，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却不断的加增。无论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主，我们的心要与神有更美的连结。主，我们就求主你这样赐福引领我们，让我们每天活在神你的里面，如同保罗一样。主啊，让我们主啊得时不得时，主啊，我们心里有主，为着主的国度，我们为着神你给我们的使命而摆上，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美善的果子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即将要搬入MC2 进行崇拜，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主的美好的预备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能够进入新的场所来继续更美的崇拜你。愿神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为着过去神你使用这个场地 MP2 来赐福给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为着神为我们新的场地的预备，更好的条件更好的设施主，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也将更多的灵魂赏赐给我们。主，我们为着喜乐家庭小组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主过去几年在他们中间美好的工作，求主继续使用他们的同工和众位弟兄姐妹继续在你里面耕耘，结出更多美善的果子来。我们谢谢主，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请各位留下来，我交通。